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你们想知道佩奇和乔治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乔治，早上好。大家早上好。上课啦！大家都坐到座位上去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上复习课。我最喜欢上复习课了，我也是。你们还记得蓝色是什么形状吗？是长方形，不对，是正方形。苏西答对喽。来看看这一面，哇塞，恐龙是恐龙哎。对，恐龙、苹果、太阳、房子，还有星星。乔治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恐龙？那你再去看看吧。李阳老师，乔治从小就特别喜欢抱着恐龙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吧。下课。下课啦，我带大家去游乐园玩吧。好啊好啊，快走吧。一起去吧。哇，秋千呢？姐姐佩奇和乔治来玩跷跷板。对了，乔治，你想要去城堡吗？想去想去，走吧，去城堡好不好？走喽！哇，城堡好美呀！秋千，我要来玩一会儿。哇，这里有个公主床，我要去睡一会儿。变变变，呵呵，上面的景色好美呀。佩奇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好吧，乔治，我们也要回家喽。再见，苏伊，再见。嗯，不得不说，佩奇真是个好姐姐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学校也要乖乖的哟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